季星，是草莓蛋糕是吧？对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哦，抱歉啊，我不知道你在，我只点了我们俩的。来，坐。你们俩认识？我们是校友。真巧，我跟韩婷也是校友，她比我大两届呢。哎，今天孟教授说有人想要见我，不会就是你吧？嗯，找我有什么事？你在大学时研究的学术机器人程序做得很不错，孟教授说你要回国继续做科研，向我推荐你，希望能够用你的专长和我一起为国内人才事业做出努力。那你打算怎么建立 AI 人才库？怎么提供更优的科研环境？设置高薪？吸引国外的人才流入国内吗？除了网络人才，这个人才库还是一个人才培育平台。我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可以自我成长的 AI 人才库。东一会联合国内其他巨头企业投入巨资，以奖学金、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，与各高校以及科技龙头企业展开合作，提供共享资源，帮助对 AI 感兴趣且有能力的年轻人快速成长。同时可以吸引海外的科学家回国，并且为他们回国后做科研提供资金支持。那这些人才会不会被东一垄断？这些人才不属于东一，不需要专为东一效力。但东一能做到什么地步？你也应该清楚，建立一个人才库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。如果遇到阻碍，东一会不会半途而废？韩婷，我查过东一的资料，我个人认为以东一目前的实力还为时尚早。我之前听孟教授提起过，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AI 人才的培养和储备，甚至有些国家对我国进行人才封锁。如果等到上战场才磨枪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无论前期投资有多难，后期遇到什么困难，东一都不会退出。那我再仔细想一想吧。实验室的机器人突然开始胡言乱语，语言暴力我同事，哼，我可能得回去一趟了。我也走。季星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韩婷，你该不会是发现了季星的才能，想要拉拢他？不过呢，要是能够回国之后和季星做同事，我还是挺乐意的。你别闹了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回国之后，我来找你。聊聊。刚才谢谢你。什么时候回国？明天。
回国之后有什么安排？还在生我的气啊？瀚海的事情，我已经理解你的做法了。我还要感谢你，把星辰带到了今天的高度。可是韩婷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不会欺骗我，不会把我当棋子。我在这个位置，有我的苦楚。我的生命里，爱情不是全部。我不能因为私人感情，去牺牲整个东洋大学。我没法保证我的生命里只有你，但我可以保证，爱情这部分，只有你。你认为合适是爱吗？我所认为的爱，是一天一天，是日积月累中慢慢形成，慢慢叠加。对我而言，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细水长流。大概要到人生的尽头，回首之时，该观定论。